但你就不要说到人家就名利为重是混饭吃。即是讲真，为什么我说很多东西，即是我跟啤梨未必一样，但我同意一样东西，他就选择走商业路线，因为就不希望就给那些即要靠那些即货金来生存，会给那些影响到自己的立场。搞到我过一年我都真的很血向源，为了个收视，为了慢慢 peace 你那班屌你咁啦冚家铲黄粉，屌你进度都低捻咗，屌你真说话都讲少咗。